11月25日，一个追踪韩娱乐的推特账号发帖，吐槽韩娱活动千篇一律的黑白灰。他认为韩娱应该向内娱学习这种红毯礼服多样化。截至目前，该帖文已经达到300万次浏览，2.1万次喜欢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快速浏览一遍这位博主列举的内娱明星礼服写真。评论和转推区有大量附和该博主的评论，